从小就在国外就很喜欢 Guess， 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他们拍的这些广告，他们的男生都是非常有个性，然后非常 man 的，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代言，然后可以就是拍到这种广告，然后这次跟大家合作啊，跟摄影师合作非常开心。我一直都是很喜欢做自己的，穿自己喜欢的，搭配或是 mix and match， 但我觉得就是 casual 舒服，然后可以展现出来，自己的个性。那如果可以露，我也是蛮喜欢露一点事情的。我觉得牛仔当然很性感啊。牛仔虽然是一个很 rough 的一个 fabric， 但是看要用什么搭配的方式去展现出来一种性感，其实你不需要露，也不需要穿的说非常非常的紧，只要你自己穿出来你自己的风格，我觉得就会很性感的。